帮帮我们，能不能看看你爸茶厂的账单？别扯了，赶紧去。我不去，你去。我怎么去啊？他把门就放了。李月大哥，你赶紧去。要不这样，咱俩设个俱乐部，谁输了谁去。起来，起来。石头见了。杨凌，杨凌，那个，咱这来一份鸭脖太好吃了，全被你哥吃完了。我出去买点啊。那个，你们有事慢慢聊。这个 APP 上面下单直接就能送，不用他自己买。你不知道他吃什么，我给你们点啊。没，怎么就不知道吃什么？你闹什么呢？还跟我说什么？来，你干嘛呀？你爸在茶厂吗？在啊，他不在茶厂能在哪儿啊？他最近忙不忙？茶厂生意怎么样？你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起茶厂的生意了？你爸那茶厂一年大概能挣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哥，你是不是缺钱啊？你没钱告诉我，我打给你啊。我不缺钱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让你帮帮我们，能不能看看你爸茶厂的账单？查账本干什么？是这样，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一个案子吗？被调查的公司与其来往的几家比较密切的公司，其中有一家呢，就是你爸的茶厂。所以我是想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，看能不能查查他的账本。你的意思是，茶厂有问题？我没说茶。点好了，小子。不是杨亮，你别多想啊，我们这不是调查，只是想让你们帮忙配合一下。这个，你爸的这个光芒山茶厂呢，我们肯定是最信任的，但是我们想通过一些账目信息，能够准确地对比出其他公司的一些问题，甚至能够调查出一些重要的线索。所以你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们俩又不是外人。那我跟我爸说一声。还是你们俩自己去查呀。